咱们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腹背受敌呀、啊。而且我早就想和你说了，当年父王不在的时候，萧成瑞不在的时候，你两次都离皇位这么近，可是你全都放弃了呀。我现在顾忌的只有两个人，一是程里二哥，他多次救我，对我有大恩，我不能不感激他，也不能不顾及他的想法。等殿下当了皇上，只要对郑王的子孙大力提拔，极尽忧郁，也算是加以回报了。我现在还有一个我顾忌的人，贺兰明玉。我知道是他，他和陛下是母子亲情，若是我抢走他儿子的皇位，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那你可等吧，你等到猴年马月，天荒地老你都等不到他的。纵然陛下处处提防我，但我也不想做那个先被诺的人。这些时日，无论我上奏了什么，陛下都要与我唱反调。今日在朝上，他竟然搁置了我好几个重要的任免提议。其他的臣子们递上来的折子，他连夜就给批了回去。纵然他听信了一些什么风言风语，也不该拿国事来与我置气。程旭，你千万不要这么想。我还能怎么想？他从来就没有把我这个九皇叔放在眼里。俗话说得好，这勺子哪有不碰锅沿的？就算是亲生父子，也有争执的时候。我承认，起源之前不懂事，让你寒心了。都怪我，是我没有教好他。这孩子从小就没有了爹爹，就你这叔叔一直帮扶着，你就把他当成亲生儿子，多忍让一些，多包容一些，好不好？起源这孩子本性善良，他不坏，等你们误会解除了，他定会像从前一样顺着你，敬着你。误会已深，他每日都躲着我，还要怎么解除啊？这孩子是你从小带大的，这情谊不能说断就断。就算为了我，别让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好吗？也罢，我既然能让大圣四海归一，若能用真心，也定会换取一个小孩的真心。这样，我过几天带起源去行猎，出了宫廷之后，我与他像男人一样坦诚相见。我相信我和他之间的误会会解开。若是你们两个单独出行，这一言不合闹僵了，中间也没个劝说的人，能行吗？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了你，我就不会与他计较。他要是与我置气，我也会容他让他。我待他如此，便希望他能待我如父。程旭，谢谢你。陛下，到底因为什么原因生闷气啊？连我都不肯说了吗？朕不想去行猎，尤其是跟他。这就是陛下这段日子不愿意见你母后的原因。朕只是不想听那些话罢了。陛下，凡事不可道听途说。朕是亲耳听大哥说的。
难道大哥也会骗我？陛下可知，陛下非嫡非长，且尚未成年，为何登上这个皇位的人是你吗？当年先帝驾崩，你九皇叔与启汉分庭抗礼，为夺皇位互不相让。危急关头，幸得你九皇叔深明大义，率先奉先帝遗诏，尊你为帝，这才逼退了启汉。你说，这样重伤九皇叔的话，从启汉嘴里说出来，有几分可信呢？如果是谣言，那母后为何听之任之？这个世上最难解释的便是谣言。你越是想解释，旁人越是觉得你心虚，反而变本加厉，倒不如不予理睬。谣言嘛，定会有不攻自破的那一天。更何况你九皇叔与母后既要操心大圣，又要操心你，又哪会有心思理睬这些谣言呢？操心，朕看他处处欺负朕还差不多。你九皇叔是摄政王，所思所行皆为陛下考虑，只是他性子急，又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长辈，难免会有些疏忽。真儿，明月，今日陛下出行，你当真不送一下？我这眼瞅着陛下的气儿还没消呢。皇上有心结，我若是去送他，只会给他添堵。可万一陛下闹着别扭怎么办？会不会跟摄政王殿下吵起来啊？程旭答应过我，会包容启源，我信他。总之啊，我们能做的都做了，只能沉住气等结果了。这大圣和皇上的命运，是一部只能赢不能输的棋。陛下，已到了狩猎区，前方危险，需要陛下下马步行。大圣骑射得天下，摄政王要我下马步行，是想旁人看朕的笑话吗？臣只不过担心陛下会受伤而已。无需摄政王费心了，传朕旨意，第一个到达狩猎区射中猎物的人封为大圣勇士，朕重赏。跳撤撤撤撤撤撤！吁！拉一张王爷出来批了。来人！在，把他们拉下去，军法处置。是，结网之事是朕安排的，要罚也是罚朕，不关他们的事。陛下无需替他们求情。朕用得着替他们求情吗？剑法不精，布阵失利，这种种件件都是朕的疏漏，但你非要罚他们，是不是故意罚给朕看？好，这回不成，那我们下回再练。陛下可知围猎之中也有为君的道理，不意网开一面，让敌人趁虚可逃，极有可能会后患无穷，希望陛下以后会以此为鉴，明白了吗？朕谨遵摄政王教诲。明日围猎，包括本王在内，全军悉听陛下的旨意，知道了吗？是。陛下今日已乏了，就早点休息。假
行戏。昨日九皇叔已经说过了，我已不再行猎，今日就全部留给陛下。这号声一起，便会惊出这林中的野兽。这把鹧鸪弓是本王亲自为陛下精心打造的，送给陛下，万无一失。受伤，为什么不射箭？明知故问。你早就知道朕拉不开那张弓，还故意送给朕，为的就是让朕当众出丑。枉朕昨天晚上还相信你是一片好心。这张弓，朕还给你。走，谁也不许跟来！放开，你放开朕！这里只有你和我，像男子汉一样，把话说清楚，到底为何处处与我作对？是你成日对朕无礼，是你不让朕参政，又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折辱朕，好比现在敢把朕随意带走训斥朕的人也只有你。你说是谁在跟谁作对？我有时是想得不够周到，但你我是亲叔侄，那把弓力度太强，我始料未及，但的确是我的心血之作。起源，我又何必这么费尽心思要这样折辱你？我做这些就想把你我的关系拉得更亲近一些，但是无论我怎么用心，你永远都这么仇视着我。难道我们重新信任有这么难吗？因为你只当朕是侄儿，没拿朕当过皇帝。我只会对自己的侄儿亲近。起源，我只盼着你好，只要你愿意，我们的关系可以更亲近一些，甚至亲如父子。先帝才是朕的父亲，你凭什么代替他？亲如父子，恐怕你为的不是朕，为的是母后吧？我答应你母后，
要好好的照顾你。住口！不准你提母后，凭什么代替母后照顾朕？你竟然用剑指着我！如果你再敢觊觎母后，或是提她一句，朕不仅指着你，还要杀了你！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我和明玉的事岂是你能够明白的？我和她生死相依多少次，多少年委屈苦楚，为了你牺牲了多少，你能够懂吗？为了明玉，我一次一次受你的气，你以后再要这样胡作非为、胡言乱语，我会对你不客气的。武家，皇上被逼出宫行猎，早就担心你图谋不轨，今日一见，果真如此。摄政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启汉，你才受教训没多久，又敢与本王作对了是吧？萧承旭，就凭你刚才的所作所为，已经是谋逆欺君，论罪是当杀的。那你来试试。我护驾而来，你别以为我当真不敢杀你。摄政王，要不要将他们拿下？无胆守备，何须多虑。看来陛下终究还是更相信你这个大哥。他欺君犯上，朕下旨杀了他。陛下，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这是陛下第二次动手想要杀我，看来你真的想要九皇叔的命了。是。很好，我等着看你以后有没有这个本事拿我的命。明月，陛下回宫了。回来就好。走，随我去迎他。明月，可是我听说陛下先回了和元殿。回来，也不先过来请安。回了和元殿，肯定是出什么事了。母后，儿臣今天杀了一个该杀之。杀了谁？严海。严海？陛下，严海可是摄政王的亲信，你怎么能……皇太后，严海驾前入任，理应当斩。摄政王忤逆犯上，严海受到了摄政王的指使，以刀兵胁迫陛下。摄政王更是想要加害于陛下，实在是罪大恶极啊。你又没在场，说的为何如此肯定？不巧，启汉当时碰巧在场。怎么，你也一同去行猎了？是朕让大哥去的，让他去保护朕。大哥所言句句属实，摄政王包藏祸心，先是对朕假意示好，然后让朕颜面扫地，最后还想对朕出手。要不是大哥及时赶到的话，朕真不知道他能做出来什么。你这去的可真是时候。
齐汉身为先帝长子，维护君臣纲纪，责无旁贷。母后，摄政王如此欺朕，杀一个沿海，难抵其罪。请母后下旨，将摄政王拿入大牢。不可。为何不可？他可以伤朕，朕连查他都不行吗？母后，您是在包庇摄政王吗？你先退下吧。陛下，我不管你们中间出现了什么误会，但是今日你九皇叔跟你一同去行猎，是真的想和你去修好的，你辜负了他一片好意啊。好意？母后，您可知道他跟朕说什么？他说他想跟朕亲如父子，他算什么东西，敢跟父皇相提并论？他说这番话，把父皇置于何地，把母后你置于何地？他就是对母后你有非分之想，朕恨不得削了他的爵位。陛下，你九皇叔万万没有这般心思，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事到如今，母后你还替他说话，母后，你到底站在谁那边？齐元，我知道你心中有怒火，可是此事你绝不可跟你九皇叔撕破脸，大赦必会陷入大乱。可朕更不想看他如此嚣张。你好好想想，你九皇叔本就和萧启汉不和，你却带着他去行猎，他能不恼火吗？如今又把他的亲信杀了，这更是大错。你现在要想尽办法去安抚他，而不是激怒他。母后，你既然选择信他，就不必跟朕说了。反正母后也从来没有站在过儿臣这边。陛下，小林子，送母后回宫。萧齐元竟敢以抓刺客为借口杀了沿海，他好大的胆子！可我们现在就进宫，让他知道知道谁才是大圣之主。不可，若因此事闹进宫中，会落下忤逆之口实，那就落在下风了。你还知道落在下风？如果我哥要去行猎之事你拦住他的话，哪有今日的事？话虽如此，可若没有这次行猎，哪知道陛下对摄政王的恨意到了此等地步，我们这才能早做打算呢。事已至此，不必追言。他既然杀了严寒，就是决意要与我为敌。哥，我们该怎么办？杀严寒一事是由萧启汉一手推动。程轩，你今夜带人包围肃王府。萧启汉，这条死路是你自己找的。至于启元，就让他眼睁睁地看着，和我作对之人会是什么样的下场。明月，怎么样？摄政王不肯来，看来程旭这次是真闹了。事情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呢？启元他心气太高了，他本身就对程旭有恨，一定是不顾程旭的好意，反而处处刁难。可是我没料到，这中间突然冒出个萧启汉，趁机生事，火上浇油，是我疏忽了。
陛下现在以为启汉是向着他的，可他不知这个大哥其实更加危险。过去我还念在先帝的份上，一直都让着他三分情，如今看来再也不能留他了。就算我们不处置他，程旭也饶不了他。若是让程旭下手，肯定皇上会更恼，所以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这样还可以把程旭心中的怒火浇灭。你们想干什么？苏王殿下，多有得罪了，给我搜！你们，德安，这是以下犯上。有情况，将军，发现一封东陵王写给苏王殿下的密信。苏王殿下，怨不得我们迟迟打不下东陵。原来是肃王殿下一直在通风报信。拿下！你们看，什么东陵王，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些好啊，德安，你竟然敢栽赃本王！奉贤贞皇太后懿旨，肃王萧启汉通敌卖国，证据确凿，即日起被贬为庶民，发配至皇陵，终身替先帝守陵，不得踏出半步。带走！放开我！我要见皇上！你们不能这样随便污蔑我！皇上没空见你。带走！放开我！放开我！皇太后与摄政王暗通款曲，我不服！可兰明玉为了萧承勋陷害我，我要见皇上！放开我！放开我！哥，一切准备就绪。立马围攻肃王府，拿下萧启汉。是。摄政王，德安赶来求见。不是说了，对贤贞太后说，摄政王旧疾复发，无法入宫吗？摄政王，德安似乎不是来请您进宫的，而是来给您送懿旨的。懿旨上写了什么？你们不必出兵了，太后已经处置了萧启汉。这什么意思啊？无非就是发配守陵，终身不可出，还是留了他的狗命啊？这是明玉已经能做到的极限。德安还说了什么？德安还有一封手信给您。摄政王，德安还在外面等着回复呢，我该怎么回他？哥，你该不会又心软了吧？他这点小恩小惠，难道就能把你心中的委屈还有沿海的命都给抵了吗？事已至此，已经不是我和明玉之间的事了，你就回他六个字：人成各，今非昨。是。太后娘娘驾到。小林子，去告诉他们，朕今天谁也不见。是。连我也不见了吗？太后，您怎么来了？闹了这么大的乱子，整个宫里都知道了，你还想瞒着我一个人？您身体不好，儿臣是担心您的身体。陛下担心我，
我也担心陛下呀。陛下可别再像小时候那样总为个小事气个没完的，那不值得。九皇叔都要害朕了，这还是小事儿吗？太后，您不是跟母后一样只向着他说话吗？启源，你现在可是天下之主，这普天之下想害你的人何止千万，可是只要这明和殿的龙椅上坐着的人是你，就说明赢的人还是你。况且你并不是独自一个人呢，我和你母后都是向着你的。太后，您向着儿臣，儿臣知道，可母后就不一定了。傻话，你母后为了你受了多少的苦，费了多少的心，这天底下再也找不出一个人能像她这样为你了。太后，太后，您先坐，您得小心身体，这么着急来干什么呀？我来是为了让陛下答应我，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你都不可以责怪你的母后，更不能伤她的心呢。启源，你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有一回从江南进贡来了一批浣云锦，这锦缎从左边看是紫的，从右边看仿佛又是绿色的，我们俩还左边右边看了半天呢。真记得。这世上的事也是这样，是与非，对与错，从左边看与右边看结果也许是不同的。可不管怎么看这件事，朕就想知道母后跟九皇叔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若真的心中有祸，为什么不直接去问你的母后呢？太后，小林子，快传太医。启源，这只是救济，不碍事的。可若是你不答应我，我这心里才真的是不安呢。太后，儿臣答应您，儿臣再也不惹母后生气了。好奇，母后，来，喝口粥，去去火。还跟我置气呢？儿子不敢，而且儿子已经答应太后了，不再跟母后置气。七姐姐，她什么都知道了？她都说什么了？她说她要朕当个明君，要忍常人所不能忍，要为常人所不能为，所以眼下朕只有忍下九皇叔，将来才能对付他。启源，我不是说过吗？你误会你九皇叔了。不管启汉在你耳边说了什么，你都不要轻信。你九皇叔他是真心对你好。母后，朕不喜欢被蒙在鼓里，尤其是母后您的事儿，朕想知道真相。你想知道什么？行烈士，九皇叔对朕说你们生死相依，
说他一想到你，他就心痛。他恨自己。母后，您跟九皇叔到底怎么回事？好，那母后就把从前的事儿都讲给你听。我在认识你父皇之前，是先认识你九皇叔的。那时候我们心心相许，本以为可以结发一生的，谁知阴差阳错，我却嫁给了你父皇。我们只能忍痛把这段缘分放下。若说心中没有这份情谊，那是自欺欺人。可那些外人所传的愉悦之事，那是绝对没有的。那为何心中有情却不走？因为我始终知道，我是你父皇的嫔妃，是你的娘亲，情深所起，便要知缘浅而重。人之所以为人，便是要克己复礼。若是为情所累，行差踏错，除了自寻烦恼，又有何意义呢？真的，真的。若不然，我怎能对得起你父皇，对得起太后，对得起你呢？若你还是不信，母后可以对天发誓。母后，您言重了。这件事情是儿子多虑了，儿子再也不会轻信妖言了。只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朕不想九皇叔再帮自己了。你还是不信你九皇叔，还是防着他？可他的确对朕不敬，更何况我们早有了心结了。这次的事他肯定会恨朕，而且这种做不了主的皇帝朕实在当够了。那你想怎么样？朕想亲政。明玉，今日摄政王殿下仍没来上朝，看来你抛出的那些台阶摄政王不愿意下。这回摄政王呀，怕是真的气着了。你要不要再想想什么法子哄劝一下摄政王？恐怕这次哄劝也是不成的。从前他说跟我一条命，可如今人成各，今非昨，朕儿没有谁能够守一辈子的约。先变的人又何尝不是我？我又怎能要求他一辈子不变？以后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让齐姐姐在病中还这样为我操心，是我的不是。不过如今我跟启源已经讲和了，您呢就莫要担心了，安心养病啊。
自从上次行猎之后，程旭堵着这口气一直没来上朝，也没往后殿来过了吧。依你看他的意思，这次的事啊，的确是起源的错，程旭生气也是理所应当的，是应该让他先消消气，其他的事以后再说。至于启汉，当初先帝在世之时就深觉启汉终有一天要因自己的偏执和傲慢葬送于程旭之手，他这般挑唆陛下，你不得容他，我也明白。罢了，好歹也算是留了他一条性命。那我只当以儆效尤了，我倒是要看看这朝中还有谁再敢拿皇上当矛头指向摄政王。浮生悲欢。